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新展网友多漏以上天的投稿操作了。我们看他的波魂水门一技能没有标到人，对方不冲也硬飞下来，然后又有熊抱也没抱到。平 A 二技能，哎呀，回敲敲的不错，对方没有替身，起身开始准备战斗。这边加一些花里胡哨的练技能，是吧？一技能没有标到，对方二技能飘过来，这双方你来我去的。哎呀，对方替身了，替身之后找到机会，我、哦、的对方开八体了啊！开始替身吧，再不替身你就糟糕了。原魔开起来了，好，这时候替身，替身之后，哦，骗了原魔，居然把原魔肉给骗了啊！换方向，哎呀，对方落地，然后他也遭个原魔，哦呦，堵到他了。对方要替身，替身之后，哦呦，看看机会，能不能找到机会？啊，被敌人踢了啊！替身，替身之后，好、哦，这下好了，对方没有替身，就可以慢慢努力了，展示你实力的时候到了，是吧？展现实力啊！我们看到，如果这个时候落地保护，哎，哎。我还以为他是傻了，最后一下居然还留个二技能踹一脚，是吧？我还以为他卡住了，是吧？然后突然会对方起身，然后就起技能，是吧？可能对方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操作啊。对方开启了二技能，戳塔，哦，这还被铲到了，有点尴尬。应该要想到就会直接丢个贝壳，不是就可以把他给夹住了吗？对方要提升了啊，总估计要提升了。好、哦，为什么这么卡？是我卡还是这个卡呢？怎么速度这么慢？哎呀，哎呀，居然保护了，好，跑得真快啊！好，这时候丢了贝黑壳，然后对方应该是啊没有替身，被老蛇咬了一口，赶紧往回跑一技能，哎，对方二技能往回敲，一二三，对方还不替身，替身了啊，替身马上又踹过来，好，平 A 他，这时候可以直接把他搂死了啊！好，哎呦呦，这个技能，哎，这也能标得到，这也太秀了啊！哇，上天啊，飞天的大招啊，在天上飞天大招，这个秀，打的这块那个洞门里眼睛都白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看第三回合打的是蝎，应该是对方网络卡哈、啊。这飞是一开始，哦，对方一开始先用技能，然后二技能，哎，对方居然不做保护啊，直接就开启二技能那种快速落地状态，应该要。最起码蓄力在那里的，作为一个保护。现在波魂水门想骗对方替身，一技能，哎，替身了，替身之后千叉没查到，然后二技能也没搂到，蛤蟆也没电得到，然后对方已经又起，哦，这下好了，估计这把就这么结束了，因为蝎已经没有替身了。这如果这个是落地保护的话，那就是他的技术不行，又是飞天大，哦，好秀。